祝小鹿生日快乐。我们刚刚买两个蛋糕，后来决定这个比较适合他，这代表巴黎女神的象征的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恭喜你18岁生日！你错了啦！16，你今年就是刚好20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报年龄啊，为什么不让我补个妆？对，补妆就很美，太有心了吧？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许愿，许愿好，我要许喽。希望 L 阿嬷的生意每天都超好哦，要让我有空间可以预约。一定会太忙这样，一定可以的，一定空一个位置恭候小乐大驾光临。然后祝大家身体都非常的健康，然后每天都很漂亮。漂亮，耶！耶！谢谢，大家都可以快乐。要内功的，对不对？会，会，用丹田之力。耶！你是在厕所里面？你真的很硬啊！我喜欢硬的啦，个人比较喜欢硬的。好，耶！谢谢你们。我炫耀一下，这是我的年纪蛋糕。这小蛋糕当然泥花了，对啊，把所有的经典都在里面。哎，店长真的很泥花呢，谢谢啦，果然是一个美的店长。我的店长，其实我们买两个，因为第一个买的时候，只是剪了画面二分之一啊。你说像这样吗？其实我们哦是买两个蛋糕，因为刚刚小胖胖落地就总共买了一个小蛋糕，我觉得太不符合我要的感觉。你知道我要的感觉就是很甜美、很女神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去哈大斯买的蛋糕，就符合我要的。所以他原本买的蛋糕是比较传统，比较传统的一点点奶油鲜奶油蛋糕。我跟你说，那就是我的菜。真的假的？那就拿出来喽。